日本的便当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的便当 Bento 已经赢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欢迎。这种传统的日本盒饭不仅在日本国内受到热爱，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成为了一种风靡的美食。那么，为什么日本的便当能够赢得如此多的外国人的喜爱呢？本文将为您解答这个问题。丰富的口味和多样化的选择。日本的便当以其丰富的口味和多样化的选择而著名，无论是海鲜、肉类、蔬菜还是水果，日本的便当都能提供各种美味和均衡的营养。外国人往往喜欢尝试不同的食物，并欣赏当地的美食文化，日本的便当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提供了许多不同的选择，可以满足各种口味和饮食偏好。美观的外观和精致的摆盘，日本的便当在外观上非常吸引人，它们通常以精致的摆盘和令人愉悦的颜色组合呈现，使人们在用餐时不仅可以享受美味，还可以享受视觉上的满足感。对于外国人来说，这种独特的美学观念常常引起他们的兴趣，并成为一种文化体验。便利的携带和饮食习惯的适应，日本的便当以其便携性而闻名，它们被制作成小巧而紧凑的包装，方便外出携带。对于经常在外就餐或需要带饭的外国人来说，日本的便当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此外，日本的便当还符合现代人对健康和均衡饮食的需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各种食物组合，提供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蔬菜。日本的便当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外国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口味和多样化的选择，以及美观的外观和精致的摆盘。此外，便携性和适应现代饮食习惯的特点也使其成为外国人喜爱的理由之一。通过享受日本的便当，外国人能够更好地体验和了解日本的饮食文化。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不同的个人和文化对于食物的喜好有所不同。日本的便当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也是因为他们能够满足人们的味蕾和饮食习惯，同时还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品尝和欣赏日本的便当都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体验。